计时10分钟 ，Go。竞赛开始，学生分两组左右散开，检视公园内的落叶、纸屑和烟蒂。这是我们的基地，你看。怀生国小的教育方向包括了为社区服务、敦亲睦邻。孩子们不是在学校，不是只有学习课业上的知识，就是关心他的社区，关心他周遭事物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。出来，非常好。那我们接下来要移动到对面那个区段。大队前往大爱感恩科技概念馆，看到什么是化废为宝？宝特瓶做成什么毛毯？可以救灾，这个资源回收收回去以后可以做成这些东西，你有没有想过？有没有？还是你以前都不知道？那我们今天也借由师姐们的解说，让我们的孩子还有我们的老师跟学生，大家更深入的对于所有环保的物品可以制成各项的物品，大家都有更深入的认识。走出校园的这一堂课，师生都有了丰富的收获。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李怀生、黄元芬台北报道。